前上过几次 Marcus 老师的工作坊，很喜欢他的教学方法，让我的瑜伽练习有不同的体会。看到物瑜伽这次办了200小时的师资培训，我就赶快报名了。上课期间 Marcus 老师都会用以浅显易懂、循序渐进的方式带入了高难度的体位法。至于比较简单的动作，他会要求我们一定要扎实细致。不知不觉的，同学的练习就从狼狈的重心转移达到了很流畅的流动。在这上课期间，很多瑜伽同好在这里共同学习，大家都很快乐。谢谢 Marcus 老师的认真教学，谢谢物瑜伽这次提供这么好、这么贴心的环境给我们。